差一千个，但是虽然差一千个，咱嘛爱开始准备好势。美军伫六天前已经入来台湾，即马开始，伊会大量入来台湾进入军事基地，然后伊即摆来发布。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台湾民政府按照国际法所成立的，真正非常感念着各位，天气遮尼热。虽然上课的时阵，大家拢关到甲要害，啊，佫甚至佫破病，啊，都要倒来考试。各位，这款的精神啊，这个不会比老会革命啊，更加轻松。坦白讲，这个精神啊，大家互相鼓励家己。三点半以后，就是三点准时，大家来考试。但是我要拜托各位一件代志，就是这边的考试，恁袂使哩将考试单带到恁家，因为恁这个考试的考试单，咱是一分一分拢来点的。不管你考了好，考了歹，你要老老实实、诚实的交出来。但你准时三点的时阵，考试单分给各位，写刷，你会当提起来，伫门口交卷，这边晚上直接交卷，安尼来离开。啊，佫另外一个代志，我甲拜托各位一个代志，恁今仔家己人拢有初级班的时阵，有一面美国国旗，对唔对？无美国国旗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咱这边来上职前教育，每一个人送你一面美国诶民政府的国旗，对不对？对。无诶，请你举手。来，包括问一摆，你无摕到民政府的旗仔，请你站起来。你无摕到的，没有拿到台湾民主，我敢有三个啦。有三个还是四个啦？无摕到台湾民政府旗的人，请你站起来。来，请恁去后边班长。你无摕到台湾民政府，你今你这边报道无摕到旗的，即马马上找班长去领台湾民政府旗啊！刷入去，各位会记得哦，听清楚哦。我相信在真短的时间内底，我们会接掌政权。到迄一天，我希望你伫恁家，你若无摕到，去后边去找班长，甲摕台湾民政的旗啊，啊是你也去，也再去头前柜台去讨台湾民政的旗啊。有三个啦，因为上届早报道的三个人无摕到旗啊，过来。我们当宣布台湾民政府美军宣布以后，希望恁伫厝内底将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、甲美国旗啊，拢会当甲挂出来。先卖讲好啦，恁家无旗啊、无旗杆的，请你举手。恁拢哦，乌白大眼，轻诺寡言呐、啊。无机啊！无要紧，我已经交代后壁，家己去买。我阁讲一摆哈，你无机时间的吼，你莫讲吼，大家拢派出所好好，拢乌白骗。喂，我甲你讲吼，台湾人袂使乌白骗啦，有就有，无就无啦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？是。阁问一摆，你无时间的，请你举手。要举手，举正手啦。无时间嘞哦，等下考煞，会记哩，家己去买。哎、欸，会使你拿三十嘞，三十嘞，会当迄个三十嘞。我甲你讲吼，我讲一摆哈，
那你那个旗杆哦，有很大的特点，顶端有一只老鹰，那只老鹰是歪的，向来歪的，会飞去。你若挂起来，你若无注意，你隔两眼看，老鹰无伫咧，旗也有伫咧。过来，过来，我伫宣布，这足要紧的，你来听啦。恁这边的考试，今日因按考试以后。三天之内，我们会批改出来。你这边，你让我做笔记。我有问班长，伊讲每一个人都有，唔知道有替恁讲话也无，我唔知道。我奈还拄啊好，大家让我做笔记。伊讲拢总有，然后我就相信。安尼有五十分，安列过哇。除非讲。你昨暗的考试，甲今日考试，平均不到十分。特别讲哦，我真正希望讲哦，予每一个人拢会当做议员呐。啊，咱做这个议员，你也会记得，我来讲一摆哦，我是真讲啊，真正式哦。你当议员，你无选举哦，你无开钱哦，袂使安怎？贪污。但是议员要贪污较困难，但是议员的政策上啊。会卖你的那个议员那票，所以一切要为百姓设想。所以当时在这礼拜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有那个议员资格证，我都给你拷贝好细好细，你让你涂改也没有办法涂改。所以这个拷贝好以后，会给你加一本册给你，那本就是绝对机密档案。每一次美国的政策你若不清楚的时候，你就看那个绝对机密档案，里面美国有说，完全会按照那个绝对机密档案去做。别人在跟你说什么，你说来，我给你看一个绝对机密档案。但那本书不用 copy 给别人，没受训的，别给他。他若要知道，叫他来受训。但是当时，我们接到政权以后，我相信这会排队。大家都要走来受训，到那个时候来不及。那就是要受训，要爬到各位在座的头壳顶，无可能，因为伊要经过初级班、高级班、法理点招、职务点招、职前训练。吼、哦，你看偌艰苦都。特别讲，咱大家吼爱经过这么艰苦，爱当共同大家斗阵在这个所在啊，特别讲不容易。各界一摆拍手。过去虽然有风风雨雨，有真侪人对咱这个论述啊信心不够，总是认为讲啊，这个土地就咱的，啊，咱是要安怎就要安怎，要革命啊要安怎？我跟你讲，迄种浪费人力啦。过去台湾68年来浪费太侪时间去啊，拄啊开始是因为。就家有迄个武力，用武力你甲咱控制，你甲咱改变咱的历史。但好佳哉，咱有一支笔。各位，请你相信，迄支笔的力量绝对是比任何武器更加好、更加勇、更加厉害。各位，今日已经到最后的阶段啦，要考试啊！你考试以后。唔通讲，按就甲放落去啊！你照常《新台湾论》一定爱读。我阁甲你讲一摆，有真侪人考条滚手椅啊，开始读《新台湾论》。我讲哈，啊是安那考的？伊讲啊在，啊就迄当阵哦，有神助啦。啊，因为过滚手以后呢，有真侪人甲问问题，滚手足厉害嘛，对不对？考试有过嘛？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伊真正认真去读啊，是考条滚手椅啊开始读。各位同款，你即摆已经做议员啊！不管你是中央的参议院、众议院，还是地方的参议会、众议会，甚至是郡的议会，拢是议员，后摆提薪水拢平齐。所以，大家人的职员当中同款都一样，咱费尽苦心嘛，安排两个现任的立法委员直接甲咱上课。予恁知影讲，立法委员迄国会是要哪做？当然，因好诶，咱甲学；
因无好诶，咱毋通甲学。后期开始是换阁员诶训训练，阁员诶训练跟议员的训练有一些不太一样。阁员的训练有啥物人呢？就是有请很主席的，还是过去咱感觉可能人做得真好诶，行政的长官，要来甲咱教讲哦，如何当一位好的领导人。当然，即马啥物人要来，我暂时卖宣布。我若宣布，恁拢会惊一条。所以呢，这是咱下个礼拜，咱连续有四礼拜。你的朋友，伊若参加咱的内阁，伫咱阁员内底，也当先来，爱当满来。啊，所以呢，阁员赶快嘛爱受会计这款的训练，预算怎么写、怎么制定的训练。同时，阁员开始呢，他们会增加一堂课，一堂课等一下，就是有关的法律，就是那里司法部。咱后摆是司法、国会、加行政单位三权分立。司法人员为后期开始，我来也来遮上课，上这个咱即马现做一下，咱即马这个五个法案，以前伫2010年迄时阵，咱有通过咱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即马现做是够五个法案，伫7月19。那么通过这里五个法案，也许会再增加一个海关法的海关的职权法，因为这个海关呢，我通过以后，我们的旅行证件就能够开始进出我们的海关，所以咱来课本，咱的迄个这期台湾啊，这个做日本甲美国，诶，台湾的档案内底，美国有希望讲很准时。有双政府的政策，台湾民政府和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双政府，所以在这个时阵，我们不要去挑衅中华民国政府，因为我们要借的政府、借的政权，不是要向中华民国借借款，咱是向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借借款。中华民国爱将借款来高行。USMG， 真拄啊好，这边呢，东森新闻来为着车牌，我看感觉讲他有一点故意的，就是甲咱的所谓老百姓教讲，什么是 USMG， 什么是 TCG， 在迄个影片内底，我认真甲看，无讲咱是违法，无讲咱是啊做叛乱组织，无讲咱是诈骗集团，干那讲咱是霸庭，所以各位。你若有摕迄个红牌，拜托诶，爱守规矩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你即马有摕红牌，请你举手。然后，食着你听好清楚哦。摕红，很好手放落来。你即马摕红牌的人，一定爱双牌并列。是安怎？因为现主席，美国的保险公司阿未入来台湾，美国非常重视保险制度。所以希望讲你两个车牌爱当挂，等到美国的保险公司入来台湾以后，你才迄个白牌要白才白掉。你即马摕的红牌，咱有两种，一种是以前发的，酒店发的，迄个车牌，我们执政以后有12年免任何税金。另外一块牌就是滚秀即马开始伫滚秀伫发的，10年。免一切税金，而且这个牌可以换车的时候换过白驾车，所以这是咱对作为动心，但是要受高级班的人才有资格来买，因为咱对咱的动心，对咱台湾民政府的信心，咱是一种的鼓励，让你挂车牌。来，我现在要让咱大家人啊来看东森新闻那块。美术跟他广告同款，咱来看伊迄个广告，台生，请你放那个我们那个官网的那一则新闻给大家看一遍，来听大家看啊、哦。这种车牌。
牌能上路，能停在停车格吗？最近高雄出现了这一个怪车牌遮挡汽车，一停就是好几天，占着停车格，收费员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开单。仔细看它的车牌是什么样，红底的，上面印了英文字 USMGTCG， 代表的是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。有这个组织吗？这是什么样的组织呢？但重点在于这块车牌并不是监理站所合法合可的，所以视同于无牌车。这一张张照片上停在停车格的车，看起来再平常不过了。不过仔细看，他们的车牌跟一般的车子车牌，不管是样式、颜色、字样，都长得不太一样。遇到这种车，收费员到底该如何开单呢？你有看过在路上看过这些？有。他们都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啊？这你没看到嘞？要拍照回去。没有合法车牌，收费员无法开单，占了停车格却又不用缴停车费，一旦被举发依然会被拖掉。这种车牌上面有 USMG 字样，属于台湾民政府民间组织自制的车牌，并非监理站合发的，即使停在停车格里，恐怕还是难逃被拖掉的命运，还是得付出1200元拖掉保管费。实际上悬挂这种车牌的车，全台湾不止高雄有，因为这个民间团体是长期支持台湾独立的组织。敬礼，赵烨。他们成立台湾民政府，还在台湾各地设立分部，因此挂这种车牌的车就在全台湾爬爬造。哪里的车牌？之前在高雄也有过一台悬挂台湾国组织的车牌，同样引人侧目。这类车牌因为都是非监理站合发的，视同无牌车，一旦开上路被举发或拦检，驾驶恐怕难逃要吃上3600到10800元的罚单。东森新闻董一贤、吴建义在高雄采访报道。再一次，从头再一次，慢慢来，那个声音哦，从头开始放。哎，大家认真看呢，等下我要给你考试哦，认真看。这种车。你若考无过吼，你免考啊！这种车牌能上路，能停在停车格吗？最近高雄出现了这一个怪车牌遮挡汽车，一停就是好几天，占着停车格，收费员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开单。仔细看它的车牌是什么样，红底的，上面印了英文字 USMGTCG， 代表的是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。有这个组织吗？这是什么样的组织呢？但重点在于这块车牌并不是监理站所合法合可的，所以视同于无牌车。这一张张照片上停在停车格的车，看起来再平常不过了。不过仔细看，他们的车牌跟一般的车子车牌，不管是样式、颜色、字样，都长得不太一样。遇到这种车，收费员到底该如何开单呢？你有看过在路上看过这些？有。他们都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啊？这你没看到嘞？要拍照回去。没有合法车牌，收费员无法开单，占了停车格却又不用缴停车费，一旦被举发依然会被拖掉。这种车牌上面有 USMG 字样，属于台湾民政府民间组织自制的车牌，并非监理站合发的，即使停在停车格里，恐怕还是难逃被拖掉的命运，还是得付出1200元拖掉保管费。实际上悬挂这种车牌的车，全台湾不止高雄有，因为这个民间团体是长期支持台湾独立的组织。敬礼，赵烨。成立台湾民政府，还在台湾各地设立分部，因此挂这种车牌的车就在全台湾爬爬造。哪里的车牌？之前在高雄也有过一台悬挂台湾国组织的车牌，同样引人侧目。这类车牌因为都是非监理站合发的，视同无牌车，一旦开上路被举发或拦检，驾驶恐怕难逃要吃上3600到10800元的罚单。东森新闻董一贤、吴建义在高雄采访报道。这里我们要原谅这个新闻播报员，一不办。他真的不懂，第一哦，伊讲哦，这个
我们没有悬挂牌照，他已经错了。我们有悬挂牌牌照，安尼讲呢？捌有东西嘛？挂迄个啊，就当然我无鼓励你干那挂红色的哈，干那挂红色，啊去甲送去迄、那个啊，就法院，啊讲没有悬挂车牌，好换你诶法官干嘛？啊，我明明有红色的牌，你无看哟、哦？要退都等于，他都不多处分。其实我们不要去跟他作对的。因为一切都等于哦，三两个立罚金，警察爱立罚金嘛。阿蛮未正义哦，甲迄警察为敌不好啦。即马警察拢知，伊就尽量转看到你转滑边啦。所以呢，咱唔是好代志啦。因为后摆前咱的黑熊是要去管因迄单位的，啊你即马开始停车不爱共交钱，也不要这样啦。你直接车牌，未输迄个车牌摕到以后。就一切拢免钱，安尼有特权，啊，甲中国国民党有啥物无共款？所以我伫即个所在爱各位讲，你若后摆像即种霸庭迄种诶，互咱中央知影，你也要甲你没收，同时你的资格啊，我会把你停权，安尼好冇？好，各位拍手。我们要守规矩，好冇？一定要紧，一定要守规矩。人都不爱插伊啊！啊，你个阿姊啊，干嘛？很快啦！咱照这个速度呢，咱即摆议员这两届诶，这个职权训练已经过啊，过就是完内阁职权训练。这职权内阁差不多要2000名左右，啊！啊，即摆为迄个这个后礼拜开始呢，就开始直直训练去，职权训练、职权讲习。各位后摆若有人国家甲你讲哦，我们不学无术啊，你一定要反驳他。我们是经过考试合格，两次考试以后合格拿到的议员证书，安尼对不对？你讲话爱大声，要有信心。咱不是摕钱买来，我们没有拿钱买任何证书。咱来遮是伫即个农场，照人即个农场，即款个好个所在。虽然还未到恁去啦，后礼拜就有啊。阿明哦，无要紧啊，议员还较艰苦嘞。官员有恁去，啊，官员个恁去是议员批准的嘛，对不对？恁家己批嘛，敢毋是？所以呢，后礼拜就让有恁去啊。啊，因为这拄啊好尔呢。啊！但因为你赶时间哦，我们就赶快要做完训，所以恁有较艰苦，啊，今天较失礼，对不起。真正大家足辛苦的，我在你甲咱的在同心在讨论啦。我吼，我看这同心吼，有的年纪不哩大，但是嘛，拢坐伫遮呢。我一个讲考试，上课拢做笔记呢，关老甲要害呢，啊要认真，安尼填普通时安尼要食饭哦，迄食食较轻松嘛无啊多呢，都是动作很快，啊食煞啊就来坐，就去看册。头一天看中，早时看册看到12点，隔天讲早时我4点起床，4点半落来甲巡，哇，电话拢倒的。有足侪人搁咧看册，啊，实在讲哦，比我以前读册搁较认真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成功。啊，各位做议员是名正言顺，因为恁有心要做议员，所以呢，啊，非常恭喜各位。啊，当然还搁考试啦吼。啊，我你唔通交白卷哈、啊，一定考试爱写哦。啊，慢慢啊写无要紧，无甲你赶。啊、你只要写完，你就赶快交卷，因为有的人呢会赶时间。咱即摆考卷开始甲分类，好不好？桌顶的物件先收起来。你吼、哦、考卷交了以后，你会当去买后壁的期间，啊，你要去看你楼顶的房间的整理有整理好势无？啊，边仔的周围有创个清气无？我甲你讲哦，你的棉被无整理，我得给你扣分哦。先甲你讲哦，考卷要整理。啊，一定要看人别人安那肯，整理好势好势，
安尼后摆人要带才会方便。来，即马开始吼。来考卷填了了，了翻面哈，正面有暂时迄落哈。考卷填到以后，考卷拿到以后，听我清清听我清楚啊。考卷拿到以后就打开开始写，写完就举手，就到两边去交考卷，一份一份的交。可以不可以多拿？要个无言字笔哈。难恭维啊！哎，不可以讲话，讲话的扣分。先讲啊，讲话的扣分，当作作弊论。